老人家，看什么呢？看水。给老龙王上供呢，啊？上供？我想把老龙王牵走。牵到哪儿啊？牵到湖里，把他锁住。啊？你找谁呀？ 找你，你20年前抓黄大金牙，哦，杨凯，你是当年武工队的杨队长高参聪同志，哎，咱们这个地方，你还不知道，年年闹水灾呀。 给社会主义出不了力，还累赘着国家。吃了多少年的饭票粮了？大水围了村子，毛主席又送来了。哎，老杨啊，毛主席给了咱土地，可咱打不出粮食来，这咽不下去。
你不是说要把老龙王牵到湖里把他锁住吗？是啊。哎，可这老牛掉在井里头有劲儿使不上啊。老乔在吗？在会议室呢。啊。喂，你给我接陈麻公社啊！啊。啊，就这样。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我先走了啊。大水超过往年，不行，男女老少全村动员，加快排水速度。啊。李乐公社，李乐公社嘛，你们那怎么样啊？什么？你暴风特公社全力以赴，坚决保住村子。出了事儿，找第一把手算账。好啊好，我请示一下。什么事儿？又来一批救灾物资。这还请示什么？咱们县又不是头一回发大水，按往年的经验统筹发放啊。喂，和往年一样。对。嘿，老乔。哎呀，老杨，地委同志说你要来，怎么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啊，我是新媳妇回娘家，恨不得一步就到。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老战友，咱们新派来的县委书记杨凯同志啊，组织部长金生，好，办公室主任穆平，好，这是王秘书。一凡同志的爱人哦，嫂子，又来一个副县长兼五联公社书记国军同志哦，杨凯，老杨同志，刚从抗洪前线来啊，回来开会的，好好好，研究一下加快排水和救灾的问题啊，老肖啊，咱们的会能不能开短点？下边很紧张啊，你会总是要开的嘛啊。咱们换个地方开会怎么样？坐着船到下面去，排水救灾，边开会啊边调查研究。好，还是那个老脾气，净出怪点子啊！这个点子出得好啊，不错呀，这么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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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个游击习气哟。那就开个游击会议吧。你呀。
老锅底儿盆地呀、啊，真是个大包袱啊！我背了快20年了，老杨啊，这回起码你得给背一半了啊！老肖想甩包袱了啊？谁也不用甩，咱们一块背吧！哎，怎么样，老伙计，转悠了一圈，领教了吧？啊，要命的是，周围几个县的客水一起压过来。老灾区、老大难、三靠县，一顶一顶的大帽子戴上就摘不下来了。有什么办法呢？就这么个条件。我看条件不错嘛。首先是湖西县人民，战胜灾害的劲头很大，要求改变面貌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次游击会议，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只要我们引导得好啊，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啊！是啊，这条大堤就是58年大跃进几个县的群众鼓足干劲突击完成的呀。湖堤嘛，倒是把湖水给挡住了，可是咱们县的地面比湖底还低1公尺呢，所以嘛，解决不了咱们县的根本问题，大水一来还不是照样得向国家伸手啊。那是不是说我们县委的任务就是从国家领救济向群众发救济呢？哎，这问题提得有意思。是做一个专门发放救济的救灾县委呢，还是领导广大群众变水还为水利，做一个彻底改变全县面貌的革命县委？尖锐。嗯，老肖啊，怎么样，老郭给大家出题目了啊？这两天的会大家争论得很热烈，很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我看这样好，还需要继续争论下去啊。我做不出什么总结性的发言来，提个问题吧。今天是8月29号，再过1个月就是党的8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1周年，对不对啊？是啊，真快，真快了。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年来，在我们县委工作当中，对这项指示执行的怎么样啊？今年5月，毛主席又发出了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指示。我们虽然不是试点县，可对这项指示的精神应该怎么贯彻呢？大家都希望变水还为水利，从哪儿下手啊？是不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再深入地议论议论啊？老肖，休息一会儿，让大家思考一下吧。我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再组织力量，搞一点调查研究？怎么，你还开游击会议呀？你呀，我是说县委要抓几个点儿，解剖麻雀，找出规律，统一思想。抓点儿啊？有啊，黄焦洼就是县委的点儿，我在那个大队蹲过。哎，黄焦洼搞得可很有起色了，去年就没有要国家的救济款，这在专区都是挂了号的。哎，好像高桑松对黄焦洼现状很有意见。他呀，嘿嘿，那个老头子就是爱提个意见，好告个状。老杨，哎，老高同志，哎，你来的正好。你们忙着呢，我到外边等一会儿吧。哎，不不，让老高也参加咱们的会怎么样？可以吧？请老高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嗨，我能讲个啥呀？就说说你们黄家洼大队的情况吧。啊，好，讲就讲。我这人啊，老脾气，一是爱管闲事儿，二呢爱向领导上反映个情况。
有人说我好告状，说就说呗，反正啊，凭党性，有话就说，不说啊，别的话，说嘛。毛主席发号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李家寨是个好例。李家寨能治山，咱就不能治水吗？可俺对领导人，不从治水上下功夫，拉着壮劳力，到湖里打鱼捞虾抓王八，麦子不讲了，以粮为纲不要了，把人都弄成钱串子脑袋了。为这事儿，我给俺对领导人提意见，提了多少回，不理我这茬儿。我急了，前两天领着几个青年人写了张大字报，贴了吗？糊到大队部门上了。好，贴得好。哎，你猜咋样？一张大字报，换来了一杆洋鞭子，让我赶着一帮不会说话的摇出转悠。这哪是放羊啊？是存心把我赶出村子。我不是不愿意扛这个买卖，党员干工作还能挑肥拣瘦，实在是让人。有话难说呀。难说也要说，在黄家洼不叫说，我到县委来说，大伙要求县委领导派人到黄家洼去看看风向，风向不正啊，邪风入内了。同志，哎，来条鱼吧。哎，同志来。要是改善生活，还是来条圆鱼吧。哎，这东西大补大养啊，配上一只鸡，花椒大料这么一炖，整鸡整鳖，菜谱上有名，就霸王别姬。哎，见了。你的买卖经唱得不错呀。哎，干啥说啥，卖啥就得吆喝啥。你们是哪个队的？光哪队干啥？要买就买，不买就算了。哎，王建海。把鱼摊子收起来！说你们多少回了，怎么又来集山卖高价？多买俩钱儿，又不入我们调包，这是给队里卖的。就是上级有规定，集体的鱼要卖给水产收购站。那不中，现在正卖着好价钱呢。抬高物价，扰乱市场，这是搞资本主义。得了吧，我不管他啥主意，抓了钱儿分给社员，那就是为公。对，别胡咧咧了，快把鱼送走。你是队长啊，你是支书啊，一个团支书。哼，甭管是谁，就是不允许你们搞资本主义。赶快送走。哎哎哎，你干啥？你这是？哎，你看你，你放下吧，放。哎哎哎，急什么？你给大家讲讲嘛，啊？这鱼。是俺们黄家洼大队的，大伙说，是不是应该卖给国家？对，哎，行吧，哥们儿，大伙说的对，回去以后一定对他们批评教育，今后再不许这么干。也希望兄弟大队同志们，不要到这来高价买卖，这是发展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唱的是对台戏。咱要填平这个泥坑。
持你啊。对，我支持你。来来来，大伙儿搭把手，把他送到收割站去。慢点，慢点。姑娘，把俺队这辆花也捎上。同志，谢谢你了。这高春华也欺人太甚了，再这样叫他闹下去，这黄家洼就招不下他了。我替你写好了。嗯。啊，我的检讨，我不认这回九千。九千。这是政治。政治。啊。县委来了个新书记，要到黄家洼来蹲点儿，懂不懂？贴上。是啊。哎呀，这。哎呀，你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贴呀。啊，好。你就是谁呀？啊？黄金山。哦。大队部在哪儿？我把副业上打的鱼挑到自由市场，想多卖价钱，给队里增加收入。给这个人家传真书批评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对我的教育，今后坚决改正，努力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黄金高昂，这个砸破锣的觉悟提高的还真快了啊！改不了，贩子出身，旧习不改，得好好教育。哎，大队长，大队长，就是错事，他不能办我们大队长。今天要回头大队长，我狠批了他一顿。哎，费了好大口舌，才算把他说通了。能认错就好。就行，他又不是一回两回了，老是不改。就是，不像你，叫他上社委大会上检讨。对，让他检查不行。还能把你当哑巴卖了？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哎，大队长。你可不能白搭个架子啊！就是啊，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啊！不能，这不行。再说，今天我们春花姐看见了，她春花姐卖。要我看这个事儿啊，不该让黄金海检讨。那老说让检讨，房檐上的冰瘤子。那根儿啊，在上头呢。哎，对，对，朝根上挖。对，朝根上挖。对，你们批评的对。党支部教育的不够，我有责任。啊，你就承担个责任呢？那还叫我怎么着？从资本主义道路上回过头来。对，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哎哎，你们找上年纪的问问。哎啊，那还用问呐？土改斗地主是谁头一个冲进地主大院的？是金山大哥。哎，吹牛，拉户入组，
办合作社，也有金山大哥一份功劳。功劳？那功劳还不小呢。六一年包产到户，当过标兵。哎，对了，还到全县介绍过经验呢。啊！你们笑什么？那是肖县长的指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是毛主席的指示。你为啥扔下粮千亩地不管？光抓副业，不搞粮收。对，为啥扔下粮食不管？不管也没挨饿。黄家洼分红，比哪个村都多。对，生产是咱的先进单位。看看，这是假的吗？是假的。你们瞎吵吵！为什么打的就是这样？假的假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样？这是支部书记，旁边这个是副业组长。你们就是打鱼摸象。金山，金山呐，咱们支部开个会，研究研究那些事儿。哎，支部委员留下，别人都走。走，走，走，走喽，走喽，回家吃饭去喽。笑话，走，给你再说。走，大队长，不是党员，能不能留下条意见呢？咋不能呢？连哈，你说吧。哎，哈哥，怎么又不说了？说呀，说呀，咱说了，能管用吗？哎，群众意见嘛，你说吧。黄家洼党支部得开门整风。对对，整，狠狠的整。对，整整整整整整是不行了，就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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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半天是想整垮党支部啊。啊，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死不回头，就得整垮。对，就不行，这绝不是针对党支部。好，那大伙儿说，党支部里头到底是谁走资本主义道路？整吧！我说走资本主义就整吧，开小片花算不算资本主义啊？该不该整？啊，嫂子，别说半截话，点出名来嘛！你别胡咧咧。高苍松，还有他，高春华。造谣吗？刘桂芬，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对，黑天白日宁露露，种大米吃，是不是开小片荒的？你胡扯！汤大爷和春花姐是为队里搞科学实验。我不问他科学不科学，他收了稻子。你反正从我管账啊，没见过谁交个道子。可倒茬子谁都看见了。哼，还不知道哪个黑心贼给偷了呢。你这我干什么？是我偷的吗？那叫什么？你没偷，你心虚啥？就是啊，快给你回来了。别吵了。苍大哥在黄家洼活了大半辈子，春花也是咱们看着长大的，说别的也许有人信，要说他们爷儿俩开小片荒，那可是春花，你给大伙儿说说。我大爷不在这儿，这两年他一直没好好睡过一宿安生觉，他为的啥？毛主席让咱们以粮为纲，贫下中农都迫切要求改变穷困面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心里着急呀。大伙看吧，这张单子记得是咱黄家洼这些年从国库里边拉回来的返销粮，庄稼人不种庄稼，把嘴伸到国库里吃着返销粮，一年到头的抓钱花，这叫什么事儿？顶首六一年、六二年吃返销粮多。
这两年你是支部领导，是什么道路你自己看吧。是你记的，嗯，记得好，这笔账记得好啊。非常好。好呀好呀，快点快点，哎，快点，大队过去啊，老杨来了。哪个老杨啊？哪个老杨？县委书记杨凯呀、啊。杨凯，就是当年湖上武工队的那个杨队长嘛。哪个杨队长？哎，就是枪毙汉奸大队长黄大鸡牙的这个杨队长啊。黄家洼，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啊？大伙儿最清楚。我呢，刚来。当然有，没有阶级斗争。看见了。这么几件东西，一个是这张吃反销粮的账单，再一个就是这个检讨。哎，这后面是不是有一张大字报啊？哎，有，有，前两天贴上的。哎，让大家看吧。哎，就是不让看，给他撕下来，撕下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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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件东西说明了什么呢？由大家去讨论。吵起来不要紧，吵些天了有地接着，对不对，小伙子？咱们讨论的题目，我看就按这个大标题。苍大哥，哎，还没睡呀、啊？怕道子再让人给偷割喽。你咋到这儿来了？来看看你这小片荒啊！啊，不怕人家说你这大书记包庇资本主义呀、啊？啊，你要是真搞小片荒啊，那就狠狠地批评你。那就批评吧。咱这个地方，蛤蟆撒泡尿也成灾，涝不死也气死。我琢磨着，都照这个样子，打井、开渠、修围天堤，全种上水稻。嗯，嗯，要是实现了，咱黄家洼……哎呀，苍大哥，这回可是牵住老龙的鼻子了啊！你这是摆了一个锁龙阵呐，锁龙阵，嚯！你可真会起名堂。这个图交给党支部讨论过吗？黄金山给压了半年不讨论，我一气又要回来了。后来春花他们团支部还搞了一张改造涝洼的倡议书，交给了黄金山，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老肖到这儿看过吗？他呀，哼，一来就扑黄金山家，惯了一耳的眼儿，高苍松闹自发了。我一气，全当个哑巴。你就老牛掉在井里了。
馒头大叔，咱们这盏马灯又点起来了。来来来，今儿个是老贫农座谈会，点上它又亮了。这盏马灯有年数了吧？从打土改起，老仓就提着它。当年呢，就在这盏马灯下成立了贫农团，建立了党支部，推选春花爹当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好，一直干到大前年去世了。今天还在这个马灯下，咱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阶级队伍重新组织起来，管方向，管道路。咱们要改变黄家洼的落后面貌。老仓给咱们闯了一条道。哎，他们要是依了高仓松那条道，咱们就二大娘肿脸难看了。他依，那咱还不依呢？就是跟他们去挖沟、打井、扒土坎了呀，能扒出这霸王别姬来吗？来，在黄家洼抓粮食，累你个七死八活，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就算是你打他一百万斤粮食，那还不是你大便一甩送到国库去了？社员能捞几个啊？可是副院上挣的钱呢，一分钱也跑不出黄家洼，哎，都得听咱们分配。这几年多亏了金山大哥呀，嗯，领咱们闯这条路子。这是县委副书记老肖的指示。哎，可老杨这一来，要是把高仓松和石玉堂他们给活弄起来。石玉堂啊，哦，双打的钱了，蔫儿了。来来来来，老王来。我也怪纳闷的，先前你也是个有火性的汉子，可如今咋变成块软面筋了呢？你是大队长，可这两年不给咱贫下中农成劲儿，眼看着人家说一不二，你呀，玉堂，水够喝了，过来吧。玉堂同志，大伙儿给你提意见是信子找你啊，希望你再拿出五八年和老支书打大井的股干劲来啊。你见天叨咕着憋着一肚子话，可今儿个你倒是说句话嘛。说啥？我没法再干了。怎么想把黄家洼这个阵地交出去啊？哼，这块地盘咱不能交，你们该出车的出车，该下湖的下湖，出了事儿我盯着。好，要光是黄金山，咱怕他啥？他不拿我当干粮，我还不拿他当咸菜呢。问题是，想啊，把矛盾都摆出来嘛。啊，今儿个没外人，你顾虑啥呀？真是，哼！五八年以后，黄家洼连遭三年大水，春花他爹又一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知哪儿刮来一股子风，包缠到户。黄金山那把子人儿都瞪起了眼珠子，不光包产到户，还包船到户，分网到户，牲畜下放，猪羊分光，把集体的家业全分光了。末了分的就剩下这盏马灯了。仓大哥一把抢到手说，这是土改的胜利果实，留着他开贫农会照个亮。就是那一场，俺们和黄金山干起来，推玉堂当代表，找到了县委。老肖反倒批评我不懂形势，说黄金山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我不服气，又找到了郭副县长。老郭和老肖辩论了一宿啊，落了个抗上反党的罪名，差一点打我们个反党集团呢。到了，还是把老郭吓唬到咱们公社了。从那以后啊，
我真想辞职不干了。可有一项，不干，对不起党。哎，就这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哎，撞钟可不行，得斗争。对，斗争。斗争，跟谁斗啊？我要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跟我斗。不要怕谁的职位高权力大，共产党员嘛，在路线问题上就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你呀，当和尚当的，老贫农都对你有意见了。我看呐，玉堂同志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当这个和尚，你们说是不是啊？你想能干好。玉堂啊，你就好好干吧，啊！哎，老杨，你说怎么干吧？来，喂，小子，快放下水烧。跟三舅下湖，下湖打鱼，这个双工分。哎呀，你快走吧，你理他干什么？真是个万人嫌。万子，今天别到队里干活了，把猪圈起了啊！四妹呀，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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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来啊！快点，万子啥时候到这儿来的？他爹娘解放前就死了，投奔亲娘舅来了。金海啊，金海，到了湖上跟大伙儿说说，咱黄家洼是县委的点儿，打了鱼要全部卖给水产。哎，你放心吧，我说一条也不能上自由市场啊。哎，听见了吗？哎哎，你就瞧好吧。这还是58年春华他爹领着大伙修的圈，那时候队里养了上百口猪，61年全给分光了。是啊，从去年队里才又养了这么几口，往后咱们养他几百口，那得有人抓呀。嗨，别说抓了，满队爷爷这么大岁数，身子骨又不好，还起早贪黑的给队里头捡粪喂猪修圈，可人家连个工分都不给记。不给记工分，我也捡也修，我也不是为他黄金山。万子怎么不爱说话呀？哎，有心病啊。头几年黄金山供他上学毕了业，让他当了会计，去年秋天就给撤了。为啥？黄金山说他吃私贪污，这个事儿啊到现在还是个谜呢。哎，笨样，怪不得人说你万人嫌。起完卷交菜地去。真够他受的，牛马不如啊。你们怎么不帮帮他呀？嗨，他家的事儿啊，爹娘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人家是亲娘舅。哎，杨书记，杨书记，参加劳动呢。哎呀，杨书记，快歇会儿吧。从你这儿开始，以后不要称呼党内职务。哎哎，来，群众要求修排官站，队里有资金吗？起码机器设备得用钱呢。资金呢？啊，还有一部分存款呢。群众生活受不受影响啊？这个呀，这你放心，咱们这地方10年9灾，群众都有亲眼节约度荒年的习惯，只要安排得好，没问题呀。好。
好，我们安排吧。金山呐、我想找你谈谈。到我家谈吧。好。这房子是土改那年分地主的，家里八辈穷，逃荒要饭闯关东啊，要不是共产党啊，我这把骨头早扔到关外了。来来来，老杨同志，这边坐。这个房子我进来过啊。哦，当年抓黄大金牙的时候，哈哈，听说过听说过。哎呀，那年呐，我正在关外逃荒呢啊，哈哈，湖东湖西谁不知道武工队的杨队长啊？来来来，哎，金山呐啊，我来想和你商量一下，今晚上是不是召开一次支部扩大会，广泛的听取一下党员和贫下中农的意见？啊，好啊！哎呀，老杨同志，您可得多指示啊！我哪来那么多的指示啊？您太谦虚了，真是。抽烟？我不吸。哦。群众要求修排官站，改造涝洼抓粮食啊。是啊，是啊。高苍松搞实验田，群众议论很多。嗨，农村的事儿，人多嘴杂，说啥的都有。你是什么看法？我啊，要按说呢，苍大哥这个人，他不会开小片荒啊。哎，那天晚上争论那么激烈，你怎么不表示个态度呢？大杨啊，我这个态不好表啊。嗯，要是他高苍松割了稻子往队上这么一交，谁要是再说他开小片荒，我当场就把他窝回去啊。可是没有啊，这要真的吃了卖，这张图高苍松是不是交给党支部讨论过呀？图啊，哦，有这么回事儿。难道高苍松想把全大队2000亩涝洼地都开成小片荒？那当然，那当然不会了。根据群众反映，实验田的稻子是被人偷割的啊，你要查清楚。好。高苍松都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放羊，晚上搞科学实验，为了买稻种天之露露，连自己家老母鸡山羊都卖了。你作为一个支部领导，怎么能对他采取这种态度呢？满顿大叔给队里积肥，怎么不给积工分啊？啊，你呀，你这个支部书记啊，究竟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我现在提醒你，你要记住这么3点。第一点，要经常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第二，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老杨啊，我这个人呐，大老粗，水平低呀。金山，哎，团支部是不是交给你一份改造涝洼的倡议书啊？没有，这可没有啊。这是什么？这刚才我说了2点，还有第3点。一个干部，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不然是危险的。金山，干啥？
你要上哪儿去啊？去县委。那个新书记一来，我心里有点顾虑。你顾虑啥？金山，肖县长不管咱们这儿了。肖县长在家吗？啊，进来。肖县长，金山呢？啊，身体还好吧？可以呀、啊，快坐，坐、哎、啊。哎，自己来，自己来，哎、来来。啊，你这是打村里来啊？啊。最近队里情况怎么样？挺热闹。嗯，肖县长。咱大队是您抓的点儿，社员们呢都盼着您去呢。哎，不能这样讲，老杨去不一样吗？要主动的向老杨汇报工作，他也是个老胡西了。哈哈，听说过，听说过。你们在一块打游击的时候，他当武工队长，您就是区委书记了。金山来了啊，王秘书，刚下班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老杨来电话。要所有的水利资料，特别提到郭军画的那张水利规划图。好，你把它扔到那么个旮旯，让我这顿找。你把菜洗洗吧，我到食堂打点饭。你坐啊。哎。这个老杨，看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哎。你怎么又搞这个东西了？啊，这是副业上打的。以后不要再搞了，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这些呀，都是生活小事儿。您还是把精力呀，用到全县的大事上吧。刚才你说队里挺热闹，高春华、高苍松。他高家一伙子，是出心要把我挤下台呀、啊，又是家族宗派，开的支部扩大会，批评我执行了错误路线，指的哪方面？弃农经富，走资本主义道路。嗯，老杨什么态度？他，肖院长，您在咱县二十多年了，最了解情况。一个老灾区，抓不着粮食，再不抓点钱，光等着国家救济啊。您不是常说吗？干部要关心群众，可大伙手头又不富裕，群众穿的、盖的。再买点萝卜白菜，哪样不得用钱呢？队里头不是还有存款吗？有啊，群众要求想先分一点红，可以吗？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可就怕老杨，不让群众吃好穿好，怎么能看出先进点的优越性呢？该分就分一点吧。好，那打鱼和运输的事儿怎么？批了几句资本主义就害怕了，啊？该搞就搞嘛！哎，啊！走啊，快点走啊！老杨啊，别动，你小心点啊！是，这个道真难走啊！小心小心啊！哎呀，这刀子长得，快看看吧！真不错呀！哎呀，太看看怎么样啊？这真是千年的老蛙。也飞出凤凰来了啊！这稻子长得可是真不错呀，就是面积小了点啊。我们已经开始平整土地了。哦，明年呢就扩大锁龙镇呢。好，好啊，各生产队都应该搞这么一块稳产高产田呐。是啊，开个现场会，让各生产队都来看看啊。有人就硬说高苍松是开小片荒，这股风都吹到县里去了。
这不，书记、县长都来参观，这小片荒的帽子不就摘了吗？啊，老哥，来介绍介绍。哎，来来来来，介绍介绍介绍。老曹，哎，给我们说说啊。好好，一看就明白。这堤坝是挡外来客水的。这是龙口，管提水灌溉；那是龙尾，管淤涝排水。又能排又能灌，合起来不就是一个排灌站吗？是啊，是啊。我看这块实验田，是画出了我们呼吸县百万亩土地的前景啊！我们要充分利用索龙湖的水利资源，挖它十几条人工河，修它上百个排灌站，在全县摆开一个大索龙镇，种稻子抓粮食。哎，有气魄，好，彻底改变农业生产上的落后面貌。啊，怎么样？啊，老肖啊，你说说吧，大家说吧。啊，哎呀，不行不行，这一大片老瓦砾，要是都利用，老杜啊，那可就太好了。你是土地佬啊，老农村工作部长了吗？啊，你最有发言权，来，你说说吧。有条件的生产队，搞这么一块稻子，也未尝不可。要是在全县大面积推广，这条件还不行啊。咱们县大部分社队沿湖靠河，条件还是具备的嘛。哎，关键在领导。哼，在座的谁都清楚，湖西县历来如此。你忙活了一年，庄稼长得再好，大水一来，不够老龙王一口吞的。这是多少年的教训呢？何必违背自然规律，朝着柳树要枣吃呢？嗯，这是经验之谈呐。咱们县守着这么大个索龙湖，长藕收莲收芦苇，有鱼有虾有王八，多少人都养活得了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守着湖就得从湖上打主意。咱们是农业县，发展生产应该是以粮为纲。在农业上磨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个以粮为纲？你跑到锅底水洼子来抓粮食啊，能抓得出来吗？那这是什么？国军同志，不就是半亩地儿吗？可它是方向。方向，又是方向。国军同志，不要头脑发热，理想不是现实，啊？这张图被扔到乱纸堆里去了。他是郭军和水利局的同志们在全县整整跑了一年，和群众共同商量制定出来的根治水害的规划。至今群众还在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他被打入了冷宫。就是为了要推行包产到户。人家说土地都化整为零了，谁给你去挖河呀？占用谁的土地呀？老肖当时就火了嘛，拍着桌子说这是一张对抗上级指示的黑图，从那儿就把老郭下放到五连公社了。哦，可黄家洼的事情又不让他插手。老郭，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啊，就别再烦腾了啊。这是当时常委会的决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对抗上级指示。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所以，郭军同志旧话重提，是不是要推翻常委会的决议啊？你，不对。郭军同志对抗的是包产到户，那条错误路线。
同时，就这张图来讲，到今天，我依然认为理想绝不是现实。刚才谈到胡锡的现实，我也提几件事情，请大家考虑。高苍松这块实验田为什么被污蔑成开小片荒？石玉堂是一个勤勤恳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层干部，为什么遭到排斥打击，长期抬不起头来？还有，这究竟是一张黑图还是革命的宏图？在湖西县，这种是非颠倒的事情还有多少？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为什么落了个老牛掉在井里头，有劲儿使不上啊？啊？这些现实说明了什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哎，你说问题在哪儿？老肖啊，你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了，你对县委内部的问题怎么看呢？可不要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啊！到共产党的县委里抓阶级斗争，不要忘了，今天在座的除了郭军，都是20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你可不要搞得草木皆兵哦。嗯，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说过，我们党内某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什么同路人？你不就是要修排灌站吗？可以吗？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就试试吧。有个情况告诉你，地委副书记方成同志亲自到黄家洼调查过，他肯定的这个点儿。你的前任就因为跟他顶着才调走的。哦，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到黄家洼去。好吧。作为老战友，我再次提醒你，在黄家洼的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就拿黄家洼做突破口。自小生长在湖。
真痛快呀，又像五八年的劲头了。老郭啊，我想到附近几个公社去摸摸情况。好，你去吧。这儿的工作你们公社抓紧点。你放心吧，老爷，我们选黄家洼做突破口，有人是很不痛快的。是啊，斗争是很复杂的。你对春华他们说说，要特别注意黄家洼阶级斗争的动向。方金虎，哎，工分5400，全勤奖210分，玉分280元整。在哪儿？这都不少分呢。哎，我看我就多少。别急嘛，别急，别急嘛。今天有金山大哥做主，给大伙儿预分俩钱儿。抽个空赶个大集，买点胡萝卜、大白菜、车间糕、填充被子，大伙都有份儿啊！啊，坐下坐下，摊上这么个支数，那也够一说的了。李之后预分110元整。这账码不对吧？怎么不对呀？我也是全勤，怎么差这么多？人家车把式整天拉脚搞运输，1天14分，那下湖打鱼贡献更大了。双工分，一整天露出杠啊，1天8分，一分一列错不了。谁要是眼红，也跟着下湖打鱼呀！啊！得了得了，你别跟着胡咧咧了，叫人家把你卖了，你还跟着数票子呢。卖我？哼，谁敢卖我？你呀，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等着吧，有你抹眼泪哭爹那一天。这老草包样子。黄金海，双工分全勤奖，外加会计补助，预分310元整。这差的也太多了，都到他们太不合理了，人家掐着算盘嘛。这是谁让他们分的？就是这么分的，每年都这么分的。小万子，应分78元，扣除罚款30元。预分48元。小房子怎么了？弄坏了地牌车大轴。哎，赏罚分明，公私分清，该扣就得扣。哎，是是是，亲外甥也不行。我给你加拉砖，压断的车轴。什么？我家？万子，把你养活大了，想跟你大舅分家？什么？万子在你家牛马不如啊，他和你根本就不是一家人。万德大叔啊，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嘛，可不能这么说呀。怎么说？别的先不说，你睁开眼看看万子，看看把孩子给折腾成啥样了。你万子，分你们把黄家洼全都给分光了吧，万子！万子！该黄满顿的了。念，黄满顿，扣除借款，下欠队里28元。怎么？就分那么点儿？还欠款？满顿大叔虽说有病，可减粪积肥，喂猪修圈，修理农具。队里活真没少干。是啊是啊，就是一心为集体，他落了这么个结果，哎，真冤呐。倔老头子净得罪人干部，那还有好？哼，金海啊。哎，满顿大叔年老多病，要照顾他老人家吗？那从哪笔开支呢？嗯，好，从我的工分里拨出10块钱来。
好，哎呀，老少爷们儿，你可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十里八村儿，他哪去找这样的好支书啊？金虎啊，哎，快给满顿大叔送去。好嘞，拿回去。这钱有血腥味儿，拿回去。你这老爷子，人家金山是照顾你呀。哎呀，他放屁！他照顾我，我黄焖炖靠共产党、毛主席，用不着他黄金山发慈悲赏小钱儿。好，我是送到你手了，你不要啊？黄花市。玉芬，110元整。往后好好劳动。放下。玉芬，哎，你谁决定分钱的？社里的章程，队里的制度。队委会研究过吗？支部大会决定过吗？哼，在黄家洼，我黄金山还有这点权。那也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我是支部委员，大队长，我不同意。我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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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支部大会决定，自力更生，修排灌站，你举双手赞成。今天突然分掉积累，目的是啥？什么目的？目的明摆着，破坏修排灌站。苍大爷，苍大哥。嘴上留点德好不好？我这可是关心群众生活呀！我说你这是要买人心。苍大哥，咱们都是老党员、老贫农、老土改干部，干嘛老骑着我的脖子拉屎啊？乡亲们，今天我就当了这么点家啊，给大伙分俩钱儿，没想到倒落了个破坏修排灌站的罪名。乡亲们，我这支书还有法干吗？你要是承认你是个党员，就把党性拿出来，给大伙亮亮。你今天私自玉芬，究竟是按哪条线办的事儿？高老曹，这回呀，你整不着我。明告诉你，今天玉芬，是肖县长的指示。肖县长的指示也得分析分析。好啊，分析吧。你们就是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得贯彻肖县长的命令。你分。老杨，老杨，你来了，你快来看看吧。你来的太好了，就因为我想给大伙抹点福利啊，差点把我打成反革命啊。这么一分，公共积累还剩多少？分光了。农业工分和副业工分相差这么多，是社员大会决定的吗？这二年一直这么分呢。肖县长指示啊，要鼓励下湖劳力的积极性。撑的撑死，饿的饿死，这叫什么积极性？把账本留下，停止预分，要召开社员大会，让群众讨论这次分红是什么性质，会造成什么后果？你去布置吧。今天的事儿绝不是偶然的。吕堂，把小腕子找回来。哎，你们党支部要抓住这个时机，组织群众顺耳摸瓜，揭开黄家洼大队阶级斗争盖子。好，走，看看你满顿爷爷。这黄金山
倒成了黄家洼的活菩萨了。呸！我黄满顿活了70多了，酸甜苦辣我都尝过，我知道这剥削压迫是啥滋味。黄金山不就是当年的黄大金牙吗？老杨，咱有啥？这么大年纪了，可咱们的后代呀，像万子他们，啊，这多好的孩子，可不能让他们像咱们年轻时候那样，不能让他们吃二遍苦啊！老杨，你可得上心呐。大叔啊，我明白。可不能让他们再受二遍苦啊，你可得上心。今天你为啥跑啊？那个大门我不愿意进。跑就解决问题了？黄家洼贫下中农谁也没跑。我和他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是我舅，从小把我养大。是他把你养大，还是你给他当小看活的？旧社会扛了一辈子大火，让地主老财榨干了最后一滴血。要是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解放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康活的，会怎么想怎么说呀？老杨，亲不亲结的分呐、啊，黄家洼贫下中农，谁没拿你当外人？你这么一跑啊，急坏了春花他们，撒些人到处找你呢。你满顿爷爷刚才还念叨你嘞，贫下中农才是你的亲人呐。黄金山，为啥不让你当会计了？他敬人。怎么？他们大吃大喝，我不给报账。想占有公款，我不给开支。黄金山就把我恨上了。去年，有一天我到公社去开会，回来的时候，
都半夜了，走到锁龙镇，看见黄金湖正在偷割稻子。我把这事儿告诉了黄金山，他叫我别声张，说他要亲自去处理。没想到第二天村里就传开了，说仓大爷割了小片荒的稻子，拉到自由市场上卖了。我气不公，又找黄金山，他倒打一耙，说我诬赖好人。我当天黄金海他们又查了我的账，不知道怎么回事，偏偏少了四张单据。黄金山当众破口大骂，撤了我的会计。我一气背起行李要走，他说上哪儿也不给你起户口，给我老老实实的干活。从那以后，在他们嘴里我成了个贪污犯，万人嫌。什么万人嫌，是个万人喜吗？别人闯关东，肩膀头上扛张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呢。可他黄金山呢，哼，身上背着把大刀，走江湖耍把式，吃喝嫖赌全干过呀。我也闯了关东，他那些闹事啊，瞒得了谁呀？哼，东北解放了，他撂回了黄家洼，正赶上闹土改，他摇晃着大刀片冲进地主家大院，是嗓门高劲头冲啊。当时老肖是区委书记，嘿嘿，一眼就看中了他，培养他入了党，又让他当上了农会主任。老肖啊，他就喜好这号人呐。黄金山也不做个脸，没过几天就露馅了。怎么了？咱穷哥们儿斗了花狐狸，分了他的房子地，又斗他的福财。斗出来没有？斗出来了。可就一件，啥呀？我在他家当使唤人的时候，就看见他家有个百宝匣子，一直没斗出来。天半夜，我和春华爹突然就闯到花狐狸屋里，又去翻，翻着没有？没翻着百宝箱，倒翻出个活物来。黄金山，黄金山，除了他，呸，还能有谁呀？黄金山这个人是被拉过去了，可黄金湖不一样，是跟着跑的，要争取。黄金湖昨天态度还好，把偷稻子的事儿前前后后的都交代了。继续做工作，能团结的都团结过来。嗯。老杨，老杨，您回县委啊？啊。老杨啊，我查清楚了，锁龙镇的稻子是黄金湖偷割的。春华呀，你说气人不？是气人。这小子馋懒皮滑，私心太重了。就是私心重吗？我得检讨，对他教育不够。我这个人呐，家族观念厉害点，万子跟我反映过，我没信呢。是你没信，还是有人指使呢？啊，我们也调查了，把卖稻子钱全许给了黄金湖，也真够大方的了。这
这回你又说了假话。黄金山，我明白了。可老萧他怎么？怎么？他过去不也打过游击斗地主吗？如今呢？怎么竟支持黄金山他们搞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我也正在学习。毛主席不是讲了吗？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在黄家洼有反应，在县委就没反应了，很复杂呀。我准备找老萧再好好谈谈。老萧，看，湖心岛啊，哎，就地重游了。一晃20多年喽，风风雨雨呀，咱们都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呀。湖心岛那次战斗，武工队许多同志流血牺牲，付出很大的代价呀。哎，左倾盲动，历史的教训呐，我们都应当记住啊。所以嘛，老杨，我劝你可不要重犯我那次左的错误啊。你那次教训看起来是左，实质上是右。那今天呢？又是我右。你认为这是不是两极分化呢？我看这是黄金山的高贵品质。地主老爷榨干了穷人的血汗，有时候也舍两锅稀粥，这也是高贵品质。黄金山，人家是共产党员嘛。他党支书起码社员生活都能过得好，可黄家洼已经有了吃二遍苦的老贫农，也有了变成小康活的年轻人，这能说是生活多好吗？那是个别现象，我是一县之长，我的责任是让全县的人都能够收入高一点，生活好一点，不能为了几个人改变分配原则。什么原则？多劳多得。像黄满顿、小万子，好多贫下中农，劳动比黄金山多得多。为什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能借口多劳多得去扩大差别。哼，这不是我的发明。总书记就曾经讲过，差别要相当明显，他就放心了，他就拼命去干了。可革命导师给我们指出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消灭差别。大道理不解决问题，嘿嘿，老伙计，农民就是农民，他还得靠挣工分吃饭，不多给工分，谁还有积极性啊？有。在战争年代，多少老贫农为我们送粮草、运弹药、递送情报，他们连命都豁出去了，有谁要工分呢？现在是搞经济建设，老杨啊，时代变了，政治挂帅不能变，讲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不能变。我老萧在湖西这滚了20多年了，农民的心理我最清楚。你不清楚，
今天还是他们，不怕打击污蔑，市中水稻改造老瓦。这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工分和钱买不来的。哎，老肖啊，有人正是利用这些差别剥削贫下中农，黄金山就是一个，连他的亲外甥都剥削。不就那个万人嫌吗？我知道，一个基层干部整天的忙忙碌碌的干，亲外甥给干点活有什么可指责的？那是变相剥削，就算是剥削也合情合理。老肖啊，过去你说我抓阶级斗争是草木皆兵，今天我希望你冷静地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县委的领导，刚才喊出来的是哪个阶级的语言，在替哪个阶级说话？湖西县照你这套干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变色、复辟，干脆戴顶时髦的帽子，修正主义。杨凯同志，咱们可是20多年的战友啊。正因为是老战友，我才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好，好啊。我代表哪个阶级？地委副书记方成同志，要黄家洼生产救灾的总结3天之内必须呈报上去，你看着办吧。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理想绝不是现实，方书记肯定的这个点儿。今天运分是肖县长的指示，就算是剥削也合情合理，3天之内必须呈报上去，你看着办吧。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给咱们敲警钟了。是黄家洼，再这样下去可真就要复辟了。老杨啊，咱黄家洼自从黄金山掌了权，肖县长抓了这个点儿，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就是这个点儿，不光老肖抓，专区也有人看中了。专区让3天之内把总结报上去。我想问问大伙儿，咱们这个总结应该怎么写？老杨，
这个总结不能写，不能写，也不能报，就是不写。咱不能往黄金山脸上贴金。对对，老杨不写，咱不写，不写，不能写。我说，写。黄家洼要总结，得总结咱贫下中农的心里话。总结这两年，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坑害了万人喜，坑害了满顿爷爷，坑害了黄家洼的广大贫下中农，也坑害了国家，坑害了集体。黄家洼变颜色了。老杨，你写上，俺们贫下中农绝不再吃二遍苦，俺们要斗到底。好啊，大妹子，就照你说的写，跟他们顶着干，把肖县长这个点儿给他砸没了，立个咱贫下中农自己的点儿。好，砸不了，砸不了，自己点。依我说呀，就不能再让黄金山这号人掌权。就是，对呀，毛主席指的道多好啊，他就是不让你走，把他撸了，找个领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干。对。叫他下来，把他撤了。对，撤他。对，对呀，老杨，要总结，就总结这个。好，这个总结倒到根上了。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使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能行吗？锁龙湖上看祖国，心中燃起一团火。当年这里曾经浴血奋战，而今掀起社会主义的巨浪大波。锁龙湖可跳动着祖国的脉搏，你那不平静的湖面上，时刻跳动着祖国的脉搏。黄家洼到底是个什么点儿，在看法上有原则分歧。这个材料说明了我的看法，请常务会讨论，做出明确的结论。老肖，你看呢？
大家谈吧。啊，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这个问题的确需要研究，下结论最好慎重啊。老杨作为第一书记，深入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从政治路线上对这个点儿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了。从另一方面说呢，老肖是县长，地方父母官嘛，从解决老灾区的具体的困难着眼，那真是辛辛苦苦摸出来这条路子的。对，也应当说是因地制宜呀。哎哎哎，老穆啊，咱们常委讨论问题，不要老是这方面那方面的。黄家洼到底打的什么旗，走的什么路，说清楚嘛。哎，不要激动嘛，你一吵，龙爷就不朝咱们湖西县发威了。别人也不是在这混饭吃，二十多年有经验有教训嘛。没有人说谁在这混饭吃。至于教训嘛，我认为这个总结写得很尖锐，就是没有狠抓阶级斗争。我同意老杨的调查报告，他反映了黄家洼贫下中农的看法。我念一下这个材料，方专员的讲话。黄家洼大队年来生产救灾的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和学习。学习什么？他们靠湖吃湖，广开副业门路，重富轻农，开的是资本主义的门路。太严重了吧，他们搞副业也是集体的，不是单干嘛。集体经济也有个方向道路问题嘛。对，打着集体的旗号干资本主义勾当，这就是列宁说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他理论嘛没学过多少，咱讲实际，就湖西县这么个老灾区，我看要多有点子这样的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倒还解决问题了呢。61年你就说过，要是多有点子包产到户，日子就好过了。过去的事儿了。肖县长，您的长途哪儿来的？方专员。哦，喂，方专员呐，你们看看这段说得多清楚啊。对，在这儿咱们一块儿研究。就老杨你来一下。哎，方专员来电话，要黄家洼大队出席专区的这次生产救灾会，他点名要黄金山去介绍经验。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了黄金山。你这样做是支持黄家洼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反扑。既然如此，那就召开县委全体委员会专门讨论黄家洼的问题好了。可以。哎，碗给我，这不给你了吗？你着啥急了？快走！哎，静湖啊，快点！哎呀，快开船去！黄金山，不许开船！不许开船！要上干什么？支部大会决定，眼下集中所有船只，玉石备调修排灌站。你想干啥？执行肖县长的指示，打鱼运出照常搞。开船！社员同志们，他让咱走资本主义老路，大伙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你们俩干！你呀，抱肖县长的大腿去吧！都给我下去！赶紧下去！都下去！把他们全撵下去！
底对抗上级命令，吃不了你得兜着，你干的你得兜着，有算账那一天。你把黄金山竖成一面旗子，贫下中农反应很坏。什么反应？就是高苍松在这儿说过的那句话，邪风入内。哼，这个内不光指的黄家洼党支部，也包括我们县委。那方专员的讲话也包括在其内喽。对上级领导我们是尊重的，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刮资本主义邪风，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然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我是资本主义道路，肖县长是资本主义道路，那地委方书记呢，啊，也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成了串了。老少爷们儿，这意思我也明白了，我这就找肖县长辞职去。你可不能去啊，你这一下台啊，可就断了我们的活路了。我下台之后，只要全村老少在新支书的领导下吃得饱穿得暖，都过上好日子，我黄金山就天天做一磕头烧高香。乡亲们，另选能人吧。哎哎，金山，金山，怎么想拿把黄家洼的贫下中农？早就不想让你干了，走，找县委去，要求改选党支部。对，走走。还想搞资本主义？你呀，别再做梦了。说吧，谁干？我黄金山当场让贤。嗯，就怕没人敢。有人干。对，高春华。高春华，你老杨可真有眼力呀！啊，你笑什么？一个刚摘掉了红领巾那个娃娃，懂得几条党的政策？嗯，当个妇女队长，跟着锻炼锻炼吧，那还马马虎虎。领导一个大队，千把张嘴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党的事业。在集市上大喊大叫要填平资本主义泥坑，在黄家洼敢于向资本主义势力开炮的，正是这个刚摘掉红领巾的娃娃。他心里装着社会主义大业，他敢挑重担子，下决心不吃反嚼粮，要给国家做贡献。也是这个娃娃，大多数的党团员和贫下中农议论的新支书，就是这个刚摘掉红领巾的女娃娃。难道说黄家洼的党团员和贫下中农是拿着集体的利益和党的事业开玩笑吗？不是，他们知道这个娃娃能带领他们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的娃娃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革命的希望。老肖，当年你当区委书记的时候多大岁数？不也是二十多岁吗？区委书记比支部书记担子重得多吧？啊，可今天你怎么反过头来对这么好的年轻人讽刺挖苦，想把他们一脚踩下去呢？你说吧，你说出个道理来，让大家听听嘛，啊！老肖，我还要说几句，你不愿意听的话。这次我回到呼吸，越来越感到你变了，变得叫人吃惊啊！你呀，你天天喊救灾救灾。结果越救越灾，就因为你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啊！你忘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你的错误是一贯的。合作化时期你就说步子迈得太大了，要摔跟头的。在全县你一下子就砍掉了几十个合作社。59年你又和彭德怀遥相呼应，攻击大跃进是头脑发热，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硬把当时的第一书记给挤走了。你想想嘛，从你主持县委工作以来，资本主义大肆泛滥，湖西县这些年一直没搞上去，根子就在你。你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你根本否定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复辟的危险性。你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实际上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县委内部的代理人了。你也太过分了。这几天每当我想到毛主席最近告诫我们，这样下去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我就想毛主席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是多么语重心长，值得深思啊。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必须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路线。老杨，我提议全委会现在就通过这个调查报告上报地委。对，我同意进行表决。表决吧，这是方向党的问题。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那套，我同意表决。我同意。我也同意。对这个调查报告我保留意见，对于黄家洼的评价咱们专区见分晓吧。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同意了。我同意这个调查报告。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没意见。好。来，上来啊。写的不错。这个总结
跟全委会的决议可是……哎，你怕什么？这个会是房专员亲自主持，就是要推广黄家洼的经验。想砍倒黄家洼这面旗，哼！咱黄家洼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今后谁要是钱串子脑袋，坑国家肥自己，搞歪的邪的资本主义那一套，咱们就不能饶他。对，对对对对对，娃娃别是这样了，美得他不出仨月。同志们，咱们要大干苦干一个冬春，何时叫风雪扒层皮，掉上几斤肉，也要建起排官站来。太阳同志们，我代表公社党委表示，在人力和物力上大力支持你们。县委就拿你们大队做试点，你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让这千年的涝洼灾区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给全县做出榜样来。好，加油！康大爷，老杨，这锁龙镇的稻子算是我们今年向国家交的公粮吧。从这儿往后，黄家洼大队要年年给国家做出贡献。对，说一下吧。老苍说的是俺们的心里话呀。老杨，别嫌少，你就收下吧。收下吧，老杨，收下吧，老杨。好，我代表县委收下这份心意。虽然少，可他有千斤重，他来之不易呀。是啊，我有个建议，高春华同志到专区开会，把这稻子带上，就从他讲起，讲一讲黄家洼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啊。正像毛主席说的，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看，重点都画在这上边了，有方书记给咱做主，大胆的讲啊。哎哎哎，道阻开花结果。